亲爱的父老乡亲，大家好，我场空啊。要想钓鱼钓得多，早起早钓不啰嗦。这两天鱼情稍微好一点点了，每天都能钓一两个鱼这样子。1000斤玉米现在只剩下400多斤左右，用得蛮快。昨天到了几个快递，有新的鱼竿，然后浮漂线组，还有一箱老坛田鼠。拿两包上钓位，钓箱手大鱼比较累一点，默默地换上了这个躺椅，就算打龟，我也是能坐得舒服一点。今天打算钓一条8米1的竿子，9米10米的竿子已经收起来了，用一个9元远投漂，线组用的小一点哦，6号线。还是先采用反底珠珠试一下，每口再换呗。鱼竿是用一只驯龙味清亮大物，8米1的。今天有一个细节就是玩滑漂啊，因为8米1的竿子钓7米多深，这浮漂距离这个竿尖就很近了，容易打竿，浮漂打竿，容易缠线。用滑漂的话，就完美解决这些问题，一个钓鱼的小细节吧。来了。好鱼。哇，金黄大小鱼。漂亮。下竿没多久就中了哦。轻松拿捏。哎，这个草鱼没什么力气哦，一下就起来了。我就知道他要搞这种。哇，竿子弧度没得说。拿捏。逃不出我的手掌心。哎呀，我那个珠珠掉了。一个人钓鱼，就是抄鱼的时候会麻烦一点点哦。刚才磕石头，搞得头破血流的，金黄大草鱼。Very beautiful 上鱼以后，礼貌性补点窝子。一个早上就来了一口。这几天也钓了几个草鱼，准备抓条草鱼搞午饭吃。我靠！跑了呗？没事，还有一条。哇，这几天钓的草鱼全跑光了，最大的那条也跑了，绳子拉断了，这个鱼嘴拉烂了。不行，这条鱼是最后一条啊，
好了就真的喝西北风了。哎呀，别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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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哥，哥，哥！我去！等一下就吃这一片，带骨头的这一片，放点盐腌一下，看一下能不能搞成鱼干啥的，实在吃不完。放点油，应该能防止一下那个苍蝇。其实就怕苍蝇嘛，苍蝇叮一下的话，整块就废掉了。大排骨不要，刺骨，放点盐，码一下味。拆了两包方便面，就为了这个番茄汤包。条件艰苦，美食与爱情不可辜负。一看就感觉味道还不错哎，厨艺渐长，没有退步。没有骨头，吃起来就特别得劲。番茄味太淡了。答应我，就算一个人在外面，也要像我一样好好吃饭。有花椒的话，再泼点花椒油，哦，那感觉就上来了。哦，白条，大白条。吃口饭，晚上准备夜钓一下。我要用我最真诚的心，把这里面的鱼给感动。